谁说波大就无脑。 TVB 女艺人学历超近，个个都是美丽与智慧兼重的学霸，网民有些学历也太高了吧。发现近年新晋 TVB 花旦学历也高，很多都是从外国深造回来，现今花旦都不是波大无脑，至少真的是要求美丽与智慧兼重。近日讨论区上突然疯狂讨论一众 TVB 女艺人的学历，就连哪间大学哪个科目都列了出来，分别以文科、理科、商科和艺术科来区分。当中以理科是最少数，始终选择理科的女人会比较少。有网民更笑言麦美恩、朱智贤和张秀文三位读化学的小姐可以拍一套蒋荣诗齐安的剧集，而汤洛文、邵佩诗和文凯琳这三类心理学女生则可以开新一集的心理追凶。看艺人学历去开剧都真的好有趣。而如果不计香港演艺学院有八位女艺人读，则会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最多人读，有六位都是毕业于此。以下就等大家一起看看究竟谁读什么科了。于慧仪、麦美恩、冯莹莹、吴乐怡、陈廷欣、杨秀慧、朱智贤和张嘉儿，文科生代表有黄翠如、姚子玲、陈凯琳、蔡思贝、汤洛文、麦宁诗、陈贝儿、邵佩诗、陈家宝、孙慧雪、陈伟琪、简淑儿、文凯玲、何颖娟、季平平、岑杏贤、阮嘉敏和宋之玲。商科生代表有江美仪、王君馨、李诗画、朱千雪、黄新颖、陈莹、邓佩仪、张希文、刘颖炫、谢芷伦、何燕诗、邝洁莹、王卓琪、张秀文、陈雅思、朱凯婷、张明雅、彭慧中、张宝琴、何依婷、雷庄和范文雅。之后要讲凯系艺术科系，包括舞蹈、表演、声乐、艺术、设计等等，代表人物有黄志文、朱晨丽、李嘉欣、岑丽香、林夏薇、刘佩月、龚嘉欣、苏韵姿、杨诗敏、赖蔚玲、吴芷墨、梁嘉琪、李碧琪、阮儿、谭嘉怡、庄思明、陈芷游、吴嘉怡、刘文馨、李美惠、李天纵、沈可欣、单文柔、谢文馨和陈诗馨。